在日本自古就盛产鬼怪的奇妙传说，而这也被称为日本的怪谈文化。以这些恐怖故事为原型拍摄的恐怖电影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东京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都会区，也是亚洲最重要的世界级城市。就在这样一座热闹繁华的城市里，流传着许多灵异故事与闹鬼的圣地。此次雷探长穿梭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带你揭秘东京都市的鬼怪物语。我现在是在这个千驼谷站啊，这千驼谷站呢，你看这边看过去有三条轨道，中间还长着草。这个车站啊都是没有人的，你看这一条线啊，人上都没有人了。现在雷探长呢就要带大家呢去寻找这个千驼谷隧道啊。其实日本呢挺有这个隧道文化的啊，为什么？因为很多故事都跟这个隧道有关系啊，穿过一个隧道就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等等的这样的故事，甚至隧道里面还有杀人案呀、灵异事件呀，都在这个隧道里面。在2004年，日本有一个叫莲石的女孩搭上了一列晚上11点的末班电车，可是往常只要行驶8分钟的路程，却久久不靠站。莲石决定在日本 RCH 论坛上发文，分享心中的疑惑。电车终于在通过一个又长又陌生的隧道后靠站了。莲石发现此时恰逢午夜12点，车站的名字如月车站更是闻所未闻，整个车站空无一人。莲石电话求助警察后，警察却以为他在恶作剧而未作理睬，搜索 GPS 定位也弹出错误的提示。在论坛网友的鼓励下，莲石决定沿着隧道往来时的方向走回家。走了不久，身后车站方向开始传来太鼓和铃铛的声音。回头一看，一名单脚的老伯出现在身后。莲石慌忙逃出隧道后，发现有辆车在前方，司机也愿意载他一程。不顾论坛网友的反对，他最终还是坐上了陌生人的车，并于凌晨3点44分在论坛上留下最后一句话后从此消失。哇，终于看到了，这个就应该是这个千驼谷隧道，看到了吗？那有两个门洞，一个是去一个是回的。哦，总共是应该算是四车道，很老的一个隧道。现在就跟着雷探长呢往这个千驼谷隧道里面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啊，这个千驼谷隧道真的是太恐怖了。为什么？因为你看这隧道上面可能是年久失修，或者说是这个年代久远吧，然后呢这个会出现渗水，于是很多人要给它修啊，给它修，但是又修不好，所以说他们用这个粉笔呢可能是画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这样的一些图案，算出了这个要补成什么样子。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啊，这些水泥的后面到底是什么。你看它这边画出一个方块，就标出了这个后面需要补的东西，那就其实也都补过。大家要知道，在这个整个这个房顶上，这个隧道的顶上呢，就是这个仙寿寺。仙寿寺院的旁边有很多坟墓，全是坟墓，很多的坟墓。但是你看看这些墙体，我总觉得像那个各种冤魂一样，那个脸，我就总觉得特别狰狞，他们非常狰狞。传说呢，很多司机呢路过这个隧道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倒吊的女鬼呢从上面掉下来，这样，然后呢，看着这个司机的样子啊，也就是两人四目相对，然后掉到他的这个车子前面的这个盖子上，所以吓得这个司机啊，不是撞墙就撞柱子啊，就出了很多车祸。Hello, you know.Here is a ghost story. 知らない。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東京の化け物語どこにあるの？どこにあるの？知らな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がお化けが出るトンネル。あ、そうなんだ。知らなかった。这个女孩说的，那边有那个鬼啊。那边有那个鬼，就
in there 啊。那乌云啊。哦，木啊。他说这上面有木啊。啊。你看，哦，谢谢，谢谢，谢谢。有 beautiful。Thank you。千头谷隧道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处诡异地点，它频繁出现在各种恐怖游戏与新闻报道中，而与它相关的种种怪谈都要追溯到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配合奥运做场地改建，不得已在当时一处寺庙墓园下方开凿隧道，而这名为仙寿院的墓园有着近400年的历史。墓地被隧道破坏后，隧道里车祸怪事频发。哇，雷站长呢？现在呢是在大白天呢，带大家呢来看看这个仙寿院啊。这个仙寿院旁边就是千头谷隧道，好多的陵墓啊！哇，从这开始其实陵墓就出现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不可思议呢？这应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在桥上的坟墓啊？不对，应该说是在这个坟墓下建桥。就是这个货真价实的江户时代的这个古墓啊，哇，日本人的古墓都是建在这个地方。哇塞，好深的墓穴啊！天哪，这么多，而且还有很多这样的，上面还挂了很多这种经文的那种牌子啊，像那个千牙插在上面。哇，我现在趴在这个栏杆上，下面就是这个隧道的下面啊，然后后面就是这些坟墓啊，太特别了，真的太特别这个地方。哇，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块空地啊，空地呢以前也是这个陵墓，后来把它啊铲平了，然后重新再来建啊。看来这块坟墓呢也是这个风水宝地，这里居然还有一些石灯啊，石灯在这个地方。时代中央公园是一处灵异事件频发的地方，据说不少人曾经深夜在这里目击过穿着军装的身影。在1960年以前，这里有一座潮鸭监狱，60名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在这里被处死，这其中也包括了主张731部队实验的东条英机。雷探长来到这里，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寒冷和寂静。哇，现在雷探长呢身后呢是这么一个慰灵碑啊，上面写的是愿永久和平。要知道在这个二战中呢，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潮鸭监狱啊，最后呢改造成了一个叫做 Sunshine City 的这么一个商业中心。要改造成商业中心之后呢，但是原来的这些啊地址呢地基啊什么都保留着。曾经有人看到就是说呢，就在这个碑附近啊，然后呢有这个军人呢这个两只眼睛是黑的啊，然后从这个草丛里面冒出来，好，当时就很多人吓得到处都跑。哇，看到我上面这个大楼了吗？这个大楼呢，就是为了镇压哦这个地方的一些亡灵所建的。其实它呢，就像一个很大的纪念碑一样啊。而这个楼呢，建的这个层数呢，也刚好是啊，就日本人非常啊信赖的一种数字。我们知道日本人其实他们也是比较在乎这个楼房的这个数字。这个楼呢叫什么？就是 Sunshine City。其实雷站长今天带大家呢来看的呢，并不是这个大家所觉得好像装神弄鬼啊那么简单啊，而是带大家呢好好的来探秘一下日本的这些都市传说。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流浪汉的家啊，你看他家门口有一只猫，黑猫在那边看着，不知道这个流浪汉在里面现在是不是要睡觉。但我不知道为啥这只猫啊一直半只头是在里面的。你为什么系着雷探长的围巾？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哎呀，怎么
YouTube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冒险连探长。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点赞和加关注哦。如果想了解我更多的冒险生活，赶紧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Facebook、Instagram、Twitter。谢谢大家哦。1617年，江户幕府开始不久，就在如今日本桥的地方设置了妓院，并命名为吉原。这片风月场所本是充满欢闹的地方，可是却没能逃过1657年名利的大火。这场大火始于一具被火化的少女遗体，大风带着点燃的衣袖，点燃了如今东京2/3的地区，也烧死了当时1/3的人口。吉原随后在浅草重建，同时建起吉原神社，以为那些丧生在大火中的冤魂。哎，到了，大家看啊，这就是这个吉原神社。哇，说起这个吉原神社呢，可不要小看这个神社，这个吉原神社可是在日本东京啊赫赫有名的一个闹鬼圣地。据说你晚上如果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能够听到这些女鬼呢在这边凄惨的叫着，似乎呢在对几个在对自己无缘无故被烧死这么一件事情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或者是一个冤屈。这两个这个雕像呢，它是这个寺庙的两个保护神啊。这两个保护神呢，以前那些保护神都是在这个大门口放着，尤其像那个一些很大的这种寺庙里面，就是哼哈二将啊。所以说他们两个表情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所说的日本鬼的那个形象。应该说唐朝我们看到这个大同石窟、龙门石窟都有这样的表现很狰狞的这样的两个金刚的形象。我看到底下这个树啊，这个树估计至少也有个60-70年历史了。这棵树已经都被这个白蚁都给蛀掉了。这个所有神社呢，它都有一个大门啊，这个大门呢在这个日语里面叫做鸟居啊。相传在二战期间，如今的户山公园是日本陆军医疗设施所在地，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曾在此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1989年，日本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从这里挖出了数百具人骨。相传只要半夜来到这里，就能听到山上男性的哭喊声，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此时已经接近凌晨，雷探长能在这里发现什么吗？现在雷探长来到了这个都立户山公园。据说在这个江户时代呢，这是一个叫做尾张德川家的大名宅邸，叫做户山庄，所以现在呢也被沿用下来叫做户山公园。嗨，嗨，这个地方听说有鬼，你们相信吗？这个你见过吗？ないです。このここ富山公園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あっちの方も富山公園が、あっちまで続いてて、あっちのあっちになんか箱根山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なんかそこはよく出るって。ちょっといや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あんま怖くないですか？要知道，现在我要来到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冒着回不去的危险啊！我只能按照这个地图的指的这个方向呢，我们去探索一下。啊，感觉这个地方很奇怪啊！而且现在晚上冷又那么冷，所以感觉这地方有点风吹草动，就感觉到很奇怪。我感觉到这个山上有很多东西在动啊，估计是树。外面那个警报声拉得很大啊，感觉这个地方像生化危机现场似的。哇，我刚看那个樱花那边啊，不仔细看那边那个白白的东西好像在那晃。哎，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声音啊变得更安静了。你看刚才往上走的时候还吵吵嚷嚷的，但是这个时候地方特别安静。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樱花从那边钻过去，有可能是这个野猫。哇，这边有一个这个香根护山公园的这么一个历史啊。其实这个护山公园这个土山呢，准确的说呢是这个过去的一个这么一个园林啊，园林建筑的一个山。可能周围呢有一些小桥流水街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个山呢却留下来。所以这边山上的树呢也是越长越高，它的樱花树也特别大。我听说日本呢有很多这个历史传说里面就很多这种妖怪是从樱花里面变出来的，就樱花妖啊。所以说有可能这些妖怪它是躲在这个树后的，因为我听说有些妖怪它会躲在这个树的后面，然后你看它的时候它躲在后面，但是你不看它的时候它就偷偷从这个树后面这样子露出一只眼睛，你看它又回去了。正当我毫无所获准备打道回府时，突然有什么东西在我余光处一闪而过。难道下面的厕所里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我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哎呀，从山坡上走下连个楼梯也没有，害得我给滑了一跤。这个地方可不能随便摔一跤，因为这就是厕所，怎么我们在这么奇怪的厕所前就摔了一跤。哇，这面镜子好可怕，好诡异，因为它完全就像一个很古老的镜子啊。据说如果盯着这个镜子看啊，能够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啊。上面写的是9月28日早上呢，这个厕所里面发生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火灾。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人发现了异常情况的话，赶紧拨打这个110来报警。火灾？9月28日的话，应该是这个2018年，因为现在是2019年了，应该是去年的事儿了。那么这个厕所一直觉得挺奇怪，莫名其妙的火灾，意思没有人啊，没有人在里面。怎么会有火灾呢？往里面看一看，哇，这边有很多这种。哇，看这个水。哇，这个水龙头居然自己打开了。哇。坏了吧？我觉得这个镜子真的好，这个，哇，这水龙头真的是太邪门了。哇，这男厕所。这边呢，我看到有一个流浪汉在这个护山公园里面坐着，怪吓人的。我来看看。哇，这个这边的护山公园，这个流浪汉，我觉得长得还挺帅的。有些流浪汉啊，就挺有那种学者风范啊，不会是日本的古
国学大师。您在这冷不冷啊？稍微冷。您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是挺不简单，挺不容易的。火灭了，就是他自己再点一下。其实呢，有很多人呢，也未必是没有工作什么的，他们普遍还是就是可能有自己的这种追求自由的一种生活。这大叔其实还是挺友好的，为什么？因为从他的表情上看，他是比较这个认真的啊。你有孩子吗？有家庭吗？他们比这个在西南老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吗？三万块西南西，看见我那西国那边。都说湖山公园有鬼，你碰到过湖山公园的鬼吗？那你也碰到。其实雷探长呢也没有什么东西拿来哦，所以给他送他一盘这日本的香烟，还有这个早上买的这个点心，我还没顾着吃呢，所以说要不然就给他了。这个香烟，这个香烟给你。虽然日本是发达国家，但是仍有不少流浪汉只能露宿街头，他们可能被社会遗弃，也可能被自己抛弃。无论如何，他们心中对这些充满怪谈的场所根本无所畏惧。或许在他们心中，鬼并不是最可怕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向往流浪，流浪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在逃避现实，不被约束，不负责任。其实流浪的本质是不给家人增添麻烦，让最亲近的人生活得更好。就像沙漠里的风滚草，不求遇水复活，而求自己的种子可以找到合适的家。探索了东京的都市怪谈，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明明是没有生命的布娃娃，头发却像常人一样生长。阿菊人形一度被评为日本十大惊悚传闻之一。下一集，雷探长将前往北海道实地探访日本阿菊娃娃，带你深入触碰这个不曾被打扰的噩梦。